靠北靠北靠北，蛋姐蛋姐蛋姐的蛋姐的蛋姐嘞！干！明天盖伦大释放，胜率低于50%，我直接送三组键盘耳机，全输送十组，很有挑战性。把一只不烂的打野角在路福的高端局打10把，要赢5把，蛮有挑战性的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盖伦上路算不算？盖伦上路赢了就算好不好？输了就不算。我的战绩，我的英雄直接找盖伦啊，12%。我们22%的德玛西亚之力，10连战到底能不能突破50%胜率，守住三组雷蛇的键盘耳机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走起，人在塔在，认真的吗？是，是的，打团很强，被队友质疑。怎么可能10场全输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10场全输啊！我的胜率有22%，别想了，真的，不可能送十组啊！你想要说什么盖伦打野胜率多少，那个查不到，因为没有人在玩盖伦打野，他妈那个查不到。你这胜率我看有点吃力。他还抹黑我。野区我也是完蛋了，队友直接搞我，我真的他妈招谁惹谁，要被你这样羞辱，第一场就不妙了。就继续诅咒我，没关系啊！我第一盘就打你们脸，粉碎你们想抽十组雷蛇键盘耳机的梦想。你们闪圈的话，你还跳他？干，你是白痴是不是啊？又要上来擦屁股了，蓝城，你真的不要被我整到！干你娘！鸡排！你看我 CS， 对，就是你看我 CS， 64-110，盖伦打野没有输啊，继续嘴啊，你就看你拿不到那耳机。我本来想说随便玩玩送你们十组啊，就冲着你这句话，我不送了，我要认真玩了。哎，感觉他们在吃大龙，这不放眼啦，干就真的在吃，你们他妈的，给吃掉了，那也没法多嘛，武器那边自己爽了，可怜。真的可怜，这武器打起，好像要被一波烂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蛋姐，蛋姐，蛋姐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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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靠北。哇，上路啊！上路盖伦能算吗？但是我们标题打在盖伦打野，好像不能算。好吧，好吧，当做来垫脚。肮脏的蠢蛋，跟队友问啊，你试想一下，你的上路跟你要打野，然后选一只盖伦，干这盘能赢，我他妈头切下来给你煮汤喝。你不能跟人家要路，然后选个盖伦打野啊，他妈他还不戳死你。这盘我跟你讲，看阵容就是我们的标标。我请，我必报仇。我有大阵就单杀他，没骗你。交闪，好吧，完了，刷清赛，刷了清赛。哎呦！为何这样？是。好，谢谢小新爸爸。接下来9场盖伦全赢，我们都送一组。小新爸爸赞助的。啊，如果10连跪就是抽10组，没毛病吧？你不要去靠北亚党嘞。哼哼，丑不拉几。
啊！刚刚我弟玩的，哎、欸，刚刚我弟玩的，不是我，还好这把不算，不然当我送出十组键盘耳机的时候，我会后悔自己有个这么丑的弟弟。哥哥，对不起。嗯，炮娘你守都不守吗？哎、欸，你守都不守吗？干这炮娘，哇，好离谱！哎、欸、他，怎么每把都出声？我看我真的胃好痛，真的是还好这把不算，又不算，前面就讲好不算的，前面就讲好不算在哭哦。很好，二选盖伦，让对方以为盖伦是上路，他就会选一个自以为好打盖伦的角色。傻小啦，傻小啦，你这样起靠背，傻小啦，为什么我下路永远都被打爆啊？走开啦，鸡掰哦，鸡掰哦，干不完了啦，又来了，你看又来了，每一把都会有一个人是在那边分推推自己的，然后人来他就送移动式 ATM， 你看我们的 ATM 已出动，移动式 ATM 已出动，轮到我表现了，我感觉一个刁钻的位置进场。哇，左键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左键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真的可以打。我直接插烂，直接插烂，再沉默，再看，再看，再转，无情开转，11-9-10，翻盘了吗？过不积极。输出不了吧？哎，插你老木！输出不了吧？哎，死了，干没死，一直一，兄弟朋友们，盖伦打野一直一，50%胜率，你们一组都拿不到。对于那些质疑我盖伦打野实力的人，我感到相当的佩服，竟然有勇气瞧不起我的盖伦打野。我被亮灯了，操你妈！别他妈闪我灯好不好？很骚哎、欸，瑞文，你很骚哎、欸，看蜘蛛豹在不在？三小，有没有去靠背？看你不能这么送哎、欸，这样你爽？啊，干嘛啦？你难道还要我帮你拉线啊 ？TP 留给下吧，那这个上我帮你洗了吧。不要怕嘛，我可以直接带掉。什么你玩不玩？你真的很可悲，你死了6次，问我玩不玩？爱玩玩，不玩滚。别恶心你爹，真是操他妈的！哇，惨了惨了，气氛来了 ，AD 也开送了，好像有点不妙。叉，哎叉。闪你亲妈闪！小龙15秒生，还在聘我别推上，要吃是吧？是要吃醉吧？是吗？可怜，又在情绪勒索。他是弱智啊！我去找笨蛋掉。准备就你在说，认真点完，比我求求了。看他会不会故意挂我？鳄鱼二哇，11死了，真的厉害，你是真的厉害。鳄鱼开送，看都不想看，绝对是开送，没有其他的 option， only 送。25分钟死13次，什么水平兄弟？鳄鱼17次，17次。一只二。开转！杀！哎、欸、豹、欸、女，哎、欸、豹女！啊、好烂了，你好烂了，豹女！看到你痛苦的拉扯，想要 A 加惩戒，我感到相当的满足。开转！哎、欸，还残血走进来反你鸟，我操！豹女肯定要气死了。我这不是最……哎呦，这是快点结束。好的，我跳伞，跳伞，跳伞死。
都被杀死，笑死！什么？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好点了，2-2，哎呀，2-2，怎么样？我们的盖伦打野胜率正在往50%迈进。此时此刻，我感觉到相当的兴奋。这样子靠北，哎，你，我操，我不会好帮你接线吧？怎么小了？帮你拉四只看不懂吗？哎，他看不懂我在帮他拉线，那一大波兵进塔你怎么玩？看不用这么气耶，真的要张我就全部张完，我那也留四只给你哦。难道你看不出我的用心良苦吗，兄弟？送起来。干，可怜030，干他妈每天都在送是怎样啊？给不给人玩游戏？中路要死了，不要闹啦！什么意思？各路都是极品队友啊，五路极品，看到底送爽没啊 ？Execute， 怎么办到了？050050，整队都孤儿，我到底怎么玩？哦哦。哦，你们这是来对了，干光背书啊，干光背书啊，光背书啊！耶！啊！大爷，我今晚杀了你全家！三天之内杀了你，把你骨灰都给你扬了。为什么要杀我全家？关我什么事？干你把他养那么肥，干他正在一打四，你知道吗？正在吃蟹。李欣当场卷死，好难！你是真的不够我打，又要送了，又要送了，又要送了，满血单杀，可悲！我家都不是家了，这把林七，刚刚是很气耶！我帮你处理他，兄弟，卷他，卷他，卷他，就去啊，就去！我看到，但我一定要尾刀。你，哎，他故意的。那我单杀喽！猴子故意要卖我，他想看我死，结果我直接把钱，我直接把钱给领了，我真是鬼呀！要干啥了？哎干，怎么弄？哎丢链子靠边！干，牛哇！太精彩！哈哈，干你娘！没有欠你耶，我真的没有欠你耶，悟空。011到底什么东西？哎，顶上去靠背，顶上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笑错！他想把我踢出来，结果踹不了，还把我往墙边顶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拿战，哎，都没有人要分着悟空哎。对面，谢谢你这条蠢狗，知道吗？一定要这样吗？赢一把输一把，赢一把输一把，红绿交错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看我是上路啊，白痴，完了。这把上路盖伦要不要算啊？我们前面都不算啊，这把也不算啊。17把都是你玩的吗？他问谁？完了，他是问我盖伦。你说我吗？不是，我弟弟玩的。吓死我了！肯定你玩，看他在靠北，又被我无情洗线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靠北他真的在我们家里啦 ！Thank you 老干，死不了吧？肯定你啊！怎么这样子靠北？他怎么又大了啦？干又被吸奶，嘎鸡狼，嘎鸡狼，唔通搞我打嘎鸡狼，嘎鸡狼啊！
一直吸奶这个逼。他等一下怎么死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讲。哇哈哈！哎，等一下怎么死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讲。石头人？哎，这什么？怎么叫了个儿子在这？哈哈！哎，坚果好吗？哎，干你俩这上小了。哎呦，刚才看我没有啊？我猜你是没有大的。哎，索拉卡，哎呀，强力抽插，哎呀，不给走啊！没有再放过你的，绝不放过，绝！这太他妈太痛了吧！来砍，爆破！哎呀，好疼，好疼，好疼！你看我砍塔超大哥，我还扛着，我一个 Q 加爆破半条，挺进破坏者，切，躲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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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0，哇，好强，这角色怎么这么强？这把要算了，刚刚你们说算了，你们刚说要算的啊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前面的家伙不算在哭哦，看。完了，今天真的打不完，又补到上路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我随便补个盖伦上路，都比我任何一场的上路还强？白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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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。哈哈哈哈！我开 W 了，我开 W 强韧性啊！你这，我你。塞你哪巴？这皮啊，这皮，好爽！难道这就是吸奶的滋味吗？好爽，好爽！我还有船，还在越塔洗兵，还在蹭塔皮。我们失去了，通通拿回来了。他三层皮，我也三层，回买大装，好舒服。我们经济直接追上鳄鱼。他看到我装跟他一样，一定很气。他就想干你鸟，我明明压爆他，他的装怎么可以跟我一样？他还可以洗你线的小鳄鱼，哎呀哎呀，还可以洗你线。来互转啊，干你鸟！然后这样，等一下，熊妹靠背，靠背靠背靠背，蛋姐蛋姐蛋姐的蛋姐的蛋姐嘞，干！靠背，就这波开的相当的极限，来啊，谁敢进来？你进来啊！到你，你进来，你进来。耶！我插了我，我操你妈！我真的插了。阴你啊！看后个照，这个照。配不配？两人是配不配？倒转这个劫半条血，这什么？这什么水平？你什么水平？不配！我单杀劫。是，啊，怎么上路胜率比较高？先抽一只，小心爸爸赞助的，先抽一组啊，抽一组雷蛇键盘耳机给你们，小心爸爸，好，小心爸爸我爱你，飘起来，这名字我看不懂，日文是美眉吗？如果不是美眉，我要下一位喽 ，Kenny 哦，你叫 Kenny 哦，好，那下一位，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等下剩下的耳机键盘，明日见分晓。目前战绩2胜3败，只要明天再输三局，再输三局才不到50嘛。明天如果5胜5败，我们就再加赛，就再加赛一场，一定要分出高下，一定要分出盖伦打野到底是有没有超过50吧。感谢大家今晚收看，晚安，good night。